啊，就是分恁两个尔，我今日两块啦，我今日两块啦，两百块就好啦。即开两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
对，啊，你若惊你袂晓三五，我咧教啦。新车啦，新车啦，新车坐咧只都用三用烫的，安尼上紧啦，安尼好无？系啊系啊系啊，哎，你着免惊讲三块头去啦。我要做一个电话，我人要请。我吃一堆200块，有人要吃啊？哈，了解我啦。啊，一堆200块，有人要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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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！还有人要吃的吗？还有人要吃的吗？哎哎，怎么了？你说倒不如都给你就对了，是吗，姐姐？你说倒不如都给你就对了，是吗？没关系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怎么可能会只有一点点而已呢？你想多了，你都想了，你都想了两公斤的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这够有人要杀要疼，我就是200块，够有人要爱。我一世人嘛卖到这侪量，200块敢够有人要吃啊？一公斤的我嘛卖到这侪，这样搁加两块，也着卖300。我就是200块敢够人要爱，我就是200块敢够有人要吃啊？哈！较苦较200块敢够有人要爱哈？我问一下好无？200块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两公斤的啦，一胎200块无人敢吃，一胎200块无人敢吃吼。好啦，安尼是，来来哦，来呀来呀，安尼啦，好，安尼啦安尼啦，还有人要吃的吗？我剩这南山的无啊啦，我剩这南山的尔。来呀来呀来呀，安尼啦，200块就对了，200块就对了，200块。来呀来呀来呀，安尼啦，我就是一堆200块，还够人要吃的。我就是200块，还够人要爱的。你放心，做你安啦，这一堆无通甲你半毫，甚至还阁了钱。我就是200块，够人要吃的。同款啦，一堆200块，够人要爱。无啊吼，无啊，时间够不够？来呀来呀来呀，安尼啦安尼啦。生意我强，好啦，我就是。哎呦，我把这做，我剩这尔，剩咱三的尔，我袂卖。我即下啦，正啊正啊，当面拍拍对吧？回去吼，太好啊啦，太好啊！回去虽然头前好食细细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外口一只餐，一只肉只安尼大只就对啦。便当做餐硬偌济，硬三十块、四十块拢有啦。安尼有两只、四只、六只吼啦，我就坐二啊四，200块就对啊啦。我买螺丝啊，剩只咱餐的尔，紧就好啊，时间不贵啊。来安尼啊，吃八只啦，吃十只啦，我就坐200块，够有人要爱啦。同款啊，无螺丝啊，吃十二只来，200块有人要爱。正啊正啊，太好啊太好啊太好啊啦！你绝对要无遮俗的啦，我讲真的啦，14只好啦，我就坐200块够啦，要来200块啊，我只200块大啊，好啦吼，好啦吼，来来，我老婆给你变个十来只200块就对啦，200块啊，我只坐八只，还够有人要爱无？剩咱三只无坐啊啦，两只四只好来啦，我只坐六只八只好来，200块你买无？十只好来，十一只，十二只好来，200块就对啦，14只好来，我就坐200块够人要坐啊，200块啊。同款无啰嗦啦，七十六只啦，我搁就坐200块，够人买啊，200块。八只200块正，阿姨你敢无？阿姨八只敢无？我买2包鱼啊。来来来，两只三只来啦。阿姨啊，三只多长啊？四五六啊，六只，七只，好呀，剩七只有人要吃啊。阿姨啊，恁上有买八只啊哈？哎，大个恁两个啦，恁两个我上要搁爱啦。上买三个，你买较济啦，还佫卖你好无？我拄好买两包就三包。我知面还佫卖你好无啦？是啥卖你啦？50块就好啊，七只。哎，无人吃啊，伊算买较济啊。鱿鱼哦，大个大个，这都莫佫讲啊，200块就对啊啦。鱿鱼，我问一届啊啦，当里面煮，用烘的。用煎的啊。哎，好食啊，鱿鱼用烘的好食啊。烘的。哇，太阳烘的。用烤箱烘哦。我来知影咯，憨个，你问到这问题，我也无甲问啊。凊彩啦，凊彩，啊无你著甲剁剁个，炒炒下就好啊。有得变怪啊？嘿啊，做得变怪。来啊来啊，大大无就收200块就对啊，200块。这鱿鱼敢够人要吃啊？哈，我咧讲我春节咱三日咧，我食一200块够人要爱，200块啊。鱿鱼200块敢够人要爱？爸。我要吃饱着。阿姨，你买哦。我食一200块够人要爱无？200块。太多。200块敢够人要爱？200块够人要吃啊？无人要爱啊吼？怪啊！无人要爱啊吼？大你敢要200块？鱿鱼，诶，人外口搞阮咧钱，都等你哦，你假成咧咧用起啦，200块够人要来，来来，这个，来，还有人要吃的吗？我全家人三个钱都拢无啊，我搁借200块够人要吃啊，200，来，少我一个啊，200块够人要来，无啊，最后一个，两公斤的啦，200块，带你啊，这个应用的啊，这个要买，哎呀。啊！还要吃啊！做羊杂煎啊，猪肠滚糜啊，啊，多少了？我就一个200块，够人要来无？最后一个啦，最后一个客人200块有人要吃的吗？最后一个200块，够人要来无？
什么？不同，一个叫刘雨山的叫偷酒啊。我招一个200块，我有人要吃啊，无最后一个啊啦。咱讲真的，最后一个啊，莫搁留啊啦。最后一个有人要来无？讲真的，最后一个啊，规个拢去啊，拢无啊啦。我招一个最后一个200块，我有人要来。200块啊！哎呀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少年，你也真对。来啊！这有人要吃的无？这叫啥乌骨鸡啦，鲍鱼乌骨鸡就对啊啦。啊，内底有腩干贝啦，内底有腩一挂干贝就对啊啦。一只活动，三斤活，2.5×6=4斤啦，一只4斤重啦，一包安尼4斤重就对啊啦。这只落下餐厅煮较好，我无好笑讲的，这只10人份啦，拜托你用个10人份，你一个红啊红起安尼有无？这只袂偌济。乌骨鸡啊！乌骨鸡，乌骨鸡，那个小朋友，低巴啦！小朋友说那个没有洗澡。哈哈哈！没有洗澡，对啦，对啊，就是没有。来啊！我摆到说进站了，才艺啊！有没有声音？有声音。我你讲，后礼拜我炸飞来，气甲飞来。来啊！我你讲，乌骨鸡较营养啊，所以人拢袂乌骨的，恁听有意思无？这一只。一只10人份就对啊，一红起来就对啊。餐厅煮较好，一只该摕偌济？该无摕7-8百啦。你听我意思无？这只摕较好，该无7-8百啦。我你少一下，这只500块有人要吃啊无？4斤重，上大只的。我少一下400块，我少一个人摕就好啊啦。350来啦，300块啦，我少一个300块有人要来无？来大啦。